天下午好，现在的是下午的5:22。那么今天呢，请到我们国语演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刚柔道太极武术学院的院长丁建平老师。那么丁老师呢，其实已经多次来到过我们这个 WOW TV 了，接受过我们的访问。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是如何来欣赏太极拳。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这个丁老师呢，好好的去聊一下。好，您好，丁老师，下午好。那么丁老师呢，以前给我们啊表演过，比如说武术其他方面的一些门派啊，那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太极拳的介绍。其实呢，说到这个太极拳，好像我们加拿大啊，可以说是练太极拳的人，就是各个肤色的人都有，然后这个年龄层次也不同，可以说整个的这个群众基础还是蛮大的。对。但是呢，当然了，大家的这个练习水平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所以我们平时在看人家打太极拳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欣赏这个太极拳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欣赏一个太极拳，可以从手眼身法步五个部分，再加上我们的精神，加上这个再深层一点，就是说怎么样结合呼吸这几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对。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对太极拳应该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在这个国内呢，经常会在这个公园早晨的时候看着一堆老人在那里打太极拳，所以太极拳给别人的感觉是很缓慢的，是柔软的，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太极拳是以缓慢、柔和、松以为切入口，但是呢它那个到最后它不是像人们想象当中那样子，只适合老年人练。恰恰的呢，我们可以说因为年纪大以后，人的身体功能啊慢慢的减退，学习太极拳呢，那就当然是肯定会帮助身体，就是锻炼，但是呢你想学得好没那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各个身体的机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就是说你想提高起来就相对而言就比较层次的提高来说相对比较困难。如果从儿童着手呢？对，如果年纪小一点的，年纪轻一点的，他就很容易，而且人的那个身体素质在年纪小的时候都是鼎盛的时期嘛，所以真正出功夫的时候就是年轻的人。为什么人家说练功夫要童子功、童子功？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一他的精神啊很容易专注，而且身体的机能他是说比较鼎盛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学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很比较容易切入，对。但是我相信即便是很多人没有从小的时候开始练太极拳，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成年了以后意识到说太极拳其实是可以好好的去学一下强身健体，那么现在学也是不晚的。那当然。那我们呢，我们平时在这个学这个太极拳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手眼身法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仔细的把这五方面去分析一下？可以，我可以适当的展开一点点。如果我们去欣赏一个太极拳，首先你要看他的就是一他的身形怎么样。有的人出去打拳的时候就是摸在那里呢，一看就是没有神态，然后呢这是一点。那我拳员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低头猫腰啊，终究艺不高或者技不高，就是你一低头，因为再想一下那个气啊，因为你气势都没有了，对，你这个一猫了以后你的身体就是气啊、呼吸啊都已经得到影响，再说那个力的传导就已经在这中间这一段中断了。然后你看有的人打拳手伸出去，他们说太极拳不是要放松吗？那我就松到一点都没有，就是松出去是这样子松的。这个时候你真的去练拳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太极拳松还要有刚，刚柔相济。对，刚柔相济，但它松的同时要有很强的意识。如果你这个手伸出去就这样子伸出去，那就完全不一样，它的很饱满，很有神，很有精神内涵在里面。如果你伸出去是这样，你一看叫我一看我就学了，看了这个拳我就不想再学了。那如果你一看，还有一个，你可以感觉到。如果有一个人的手抓在我的手腕上，我的手是这样的，我的劲呢，我的劲感它就会断在这个肩膀上，或者到我的肘上面。但是如果我的手指一伸开，你就感觉好像有一把刀一样，有一把刀一样子对着你一样。所以太极拳你不要看它是柔的，它可以完全可以说是做的极刚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说看你怎么看待它。眼睛，有的人呢，如果有人看着你了，你根本就不敢打拳。哎呀，这低着头，这猫着，就好像
很猥琐，要注视着对方。不是不用说注视，但是你的神态一定是哇，眼睛一转，他跟着你的神态就往前看过去，远远的看过去，就是一览众山小。打拳，你打拳的时候，你是最轻松、最投入的时候，你应该是最放松的，这威你最大，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打得好不好。你最主要你是投入，还有一个，因为你的眼睛决定了你的意识。你的眼睛去看了哪里，决定着你要控制着你的身体去哪个方向，所以这个眼睛是很重要。如果我往那里，那个手往那里去，但是我眼睛看着这，这说明这完全偏了。但当然不是说这一个为主，是吧？这一边肯定是不一样。如果我眼睛一看这，那就不一样。打个比方，太极拳里有个单边的动作哈，这个动作一做，如果我这样子做，那边练你一个，你如果没有练过的人一看这个动作就怪怪，但是你这么一转头，这个动作就完全好像集中了，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集中了。恰恰的有的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如果你的脑袋啊，因为你的眼睛没有注视，你的脑袋你就肯定不会转过去了。对，不转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力是分开的，就是物理学里的力，物理力一样。你怎么样把这个力几个力完全集中到一个点，那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说从攻击的角度上来讲，也是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它不光是说好不好看的问题，是吧？不光是好不好看的问题，相关的很多问题。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朋友呢，非常的幸运的是，今天丁院长来到我们这儿呢，给我们带来了一组音乐。那么他呢会在这个伴随这个音乐的这个状态下呢，可以为我们去展示一下，在他心目中，他认为这个比较正确标准的这个太极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丁院长，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演示。好的，好。我可以给大家演练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大家外面很流行的仰式太极，仰式太极一个简单的大家都会做的一个篮球尾的动作，好吗？我给你做一下。上步，对吗？一个，你看这个位，包括我的眼睛、鼻子什么的哈。然后呢，一转身，撑出去了。然后转身往下一转，转正，然后蹬腿，力从你的脚到腰到手，再打开。这个时候呢，如果好的练拳的人，他这个地方的呼吸就会特别明显。一吸气，呼，你都可以看到人家在呼吸。吸气，再呼，撑力到你的手指尖。好，转身，我们再做一个那单边的动作。一力要撑到你的脚，从你的脚底下撑到你的手上，然后好再转身。太极拳如果不转腰，你的拳就不彻底。上下贯穿，还落地轻盈，全身放松。到这个时候外捻下沉。好，我再加多一个白鹤亮翅的动作。一，你看，意识往外撑开；二，后坐，身体靠，粘，落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还得拔长你的身体，上下贯穿。好，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城市的一个动作。你看，一转身，全部都过去了。再转，好，蹬，然后往外啪推开，转身，转胯，回步啊，起，最大幅度的往上，千万不要说啊不肯抬起你的脚，转身。一动俱动，没有一个停顿的地方。撑开，合起来，一转身，
踏往外，依然中三响的人本体，嗯，力量往前喷开，撑开就顺畅。好，非常谢谢丁老师，丁老师请坐。非常谢谢丁老师今天跟我们做了一个太极的，在他心里认为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的，首先是一个演练的方法。我简单的一点自己的一种观点，对吧？是。这是太极的基础很大。是。每个老师教的方法都不一样。没错。对。我们这个丁建军老师呢，他其实是这个上海武术学院专门是从事这个武术理论研究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基础是很强大的。那么再加上他整个的这个实践基础，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去跟丁老师来学习这个太极的话呢，就可以根据我们屏幕上的地址来进行这个电话的报名。再次感谢丁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我们采访，谢谢您，谢谢观众。好，我们接下去呢进段广告，一会儿再回来。